本期讲解一个国外动漫啊影视解说全搬运的项目，稳定过原创，批量下载，自动翻译，新手小白五分钟上手。做了不少中视频项目，虽然中视频不需要引流，但不管是原创还是伪原创，动创作内容都非常痛苦。别看一条视频几分钟，真正要做好，可能需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啊。所以说，作者一直研究出了一种相对轻松、原创度高、受众广且容易爆红的领域啊。大家看看，做中视频其实就是文案啊、视频、音频三个部分，最核心的就是文案。所以说，我们研究出来一个不需要写文案的东西，就是搬运国外的解说视频啊，就是把国外的解说视频翻译下来啊，下载下来，然后翻译成中文，啊，再用机器配音成音频啊，做好这个音频音画合一啊，就可以做成一个原创的视频了啊，肯定是原创的。这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转变工作、实操演示、项目编写方式、需要的工具，全部都有提供啊。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国外动漫影视解说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